哎，我问你，方舟，你咱不说对领导，有的时候感觉跟领导拍马屁搞好关系啊，这好像有功利的这个色彩。哎，你觉得这个讨好人开心吗？开心。我有两个，就是不能算绝招吧，就是给就是新手也可以学的入门级的讨好，我觉得还挺有用的。一个是因为我之前在日本嘛，就跟日本人学的，对方说什么你其实也不觉得有怎么样，但是就然后就陷入了什么行好的人表示感兴趣，然后就陷入了沉思、哦、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大部分人、哦、深有体会的感觉，大部分人他其实不知道怎么回应，又怕说错了，你就就表示在思考。还有一个我觉得挺管用的，就是这是智商不高的人的好情商。还有一个我觉得无论跟谁说，对方都觉得就是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懂他的人，特别特别管用。这个就是要配合表情啊，就是对对对，举例说明怎么能让别人觉得你就是这句，只要说这句话，我觉得对方肯定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懂他的人。嗯，但要配合表情，就是说。就说这个世界上说自己孤独的人很多，但是我看你才是真正的孤独吧。嗯、是是是，谢谢。对对对，杀伤力太大了。所有人都觉得，哎呀，就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嗯、就这个，我觉得就是零基础。这个是星象学和算命的干的事儿。对你，哎，你要我为什么问他这个问题啊？就是我感觉啊，就是说我从拍马屁出身，对吧？就是说。哎，好像呢，我觉得拍马屁啊，它是一种修行，不是什么到最后拍马屁出身，我觉得不是您听我说，我这话说的有点快，就是说早年间我啊是个脸特别冷的人，就是面瘫一样，就见面对人呢、啊、就没有笑容，所以很多人觉得我这个好像看表面不好接近，我觉得这个挺不好，对吧？哎，当然有时候求人点事儿，求人的时候反倒不会拍。就说不出来，但是呢，我倒是后来发现呢，你看我交往的朋友啊，往往都是像马爷这样，就岁数大一些的人。后来我就发现，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有时候就跟我这个老哥哥讲哈、啊，我说怎么咱们这帮人在一块儿都他妈互相吹捧啊？哎，他讲了一句很有意思，他说因为我们都岁数大了，就成熟了大家，所以呢，就是互相间讲的都是好话。哎，我觉得我一开头可能有点违心，觉得见人面啊，这就是逮人家好。但是你知道，当你在拍别人的时候，这个外在的行为也在慢慢改变你的习惯。这是人类的天性，你最后熟极而流了之后啊，我就说，哎，你真的成了一个什么人呢？眼里非常敏感，一见这个人就看到别人的好。哎，小青最近瘦了，甚至我看不到小青的不好。这是菩萨的境界，那么就是现在对我来说像条件反射一样，一见一个人，你让我挑他缺点，我反而得想一想。但是呢，先是看到别人好，只见到别人的好，哎，实现了内在的退化。我觉得你这个可能心态还是比较老，我太年轻了。你见了知道我们那个圈子是以。相互这个砸对挖苦为主，对对对对，包括刚见面的朋友，经常的有来吃顿饭，说是我犯了什么错误了，为什么要跟你们吃饭，半道走了，都这种情况都有，就是比如说饭局上最多的说的是星座，说哟，你金牛座呀，好啊，贪财好色不要脸，哎呀，你是双鱼啊，哎呀，双鱼好，双鱼。人渣星座嘛，人渣里的战斗渣嘛，就是别的星座是以，以德服人，你们是以缺德服人的。白羊座长个脑袋就是为了显高。对，哎呀，白羊座你就应该找一个天蝎座的生个羊蝎子，基本上是这样的，就。所以我现在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朋友。您还是年轻人。不是，这是另一路，是吗？这是另一路。马爷他们当年是属于夸人能夸趴下的那路。对，不是人的本质上是愿意听好话的。你再怎么说忠言逆耳，谁听逆耳的都不是很舒服，除非特别理智的人。我那时候我们因为作家都是这样啊，所有因为我那时候当编辑接触的都是作家都是心里比较孤傲的。大部分作家瞧人家都不如自个儿，对吧？哎，这正常，这正常吧？但太不正常了，因为一堆作家都在一块儿，那怎么办呢？就互相恭维，挖坑。我原来说过啊，刘震云最会挖坑，挖王朔的坑。
王老师，小说写的非常的不错。王老师说不行，写不了，写不好，写不好，啊，过去了。每天吃中饭，那都因为吃饭都在那时候做笔会嘛，都在那个食堂里吃。那时候食堂也没说像现在都是摆上席，就是一人一份端在一起。第二天同样的话还说，说王老师确实我觉得你小说写得好，王老师真的写得不好。第三天还是这样话，王老师，我是真心的话，你的小说写的是真好。刘老师还有一个绝招，嗯，他先说。小刘觉得你写的真好，这太虚伪了。这是他后来学的，把自己名字说出来啊。然后王朔第三天就说：“我是觉得我小说写的不错。”然后我在桌子上呢，刘震云就当场就把脸翻过来对我说：“说一般人最多就扛住三天。”王朔就扛住第三天，对吧？让人恭维的。那这就是朋友之间开玩笑了。但这种恭维呢，有一阵很恶俗，就变后来这个恶俗变成一个社会风潮，就是互相之间称老师。嗯，对啊，现在不就这样吗？现在谁见谁都是老师。我现在特别不习惯一个什么小女孩过来以后说这是什么老师呢？她从这个社会这种普及上讲，中国的所有的称谓都世俗化，就越来越恶俗。我特别不习惯，人家随便叫我什么我都不在意，叫我老师就老师，叫其实按照过去的说法就是张先生、李先生，这样就已经变成一个尊称了。嗯，叫老师干嘛？老师一定是我要教给你什么，有人没法教给你东西。不是您说这个啊，就是说，哎，就说拍马屁，我那天发现这拍马屁这个来这个词儿，从哪来的？那天我研究了一下，嗯，从这个元朝，蒙古族征服了这片土地。然后呢，就说这个蒙古族人当时就划分嘛，这他蒙古人是第一等的人，这北方汉人才算第三等，南方汉人就到色目人，对，到第四等嘛，到四，所以呢就要讨好蒙古人。那蒙古人之间呢，他们是马上民族，蒙古人之间表达互相尊重的有个方式，就是互相啊拍拍对方的马屁股，哎，就表示尊敬。或者说呢，蒙古人有这习惯，见着你骑着马就拍着马屁股夸夸你的马，就表示是在夸你这个人。嗯，然后呢，就为奴的这个汉人，他想讨好蒙古人，哎，就到处不管你骑的是好马坏马，是马是驴啊，就啪啪 啪就拍。所以据说拍马屁这个词儿啊，是从这么来的。哎，我就从这个词源这儿讲呢，它其实跟某种人格上的这种自低和这种奴才相啊有点关系。为什么啊？外国人的社交也很讲究互相赞美，但是呢，我老有一个印象，就是他们那个互相赞美啊，是梗着脖子的，嗯，他是感觉是气宇轩昂的，哎，小青，礼貌的，对，很有风度。为什么我自己老觉着，你看我这个脊椎骨啊，我老觉着，你看我头就往前，我老觉得，你看你给我侧面，我就发现我脊梁骨啊早就弯了。你看是多少年？我觉得是不是这个？我自己这么理解，这个真的是动物的天性，对，都动物了啊，对，谁威严，谁有权力，那他就会。就他是个本能，这个有一个例证是这个人类学家发现的，就是不管你是亲生的孩子还是不是亲生的孩子，包括收养的孩子，他会慢慢的长得像这家的男主人。嗯，这是进化来的，就是他会努力的，这是在动物界内从前，你如果是你是一个斑点狗。你在我们家突然，我们家是一个，这个比如说黄狗，那你就会受排斥，它就会努力的往黄狗的方向去长，它不会被咬死，就是这个是长期的人类的进化。是，而且你就他讲这个，你要注意到人的这个内化。就我刚才说的，你别以为拍马屁是虚伪的，拍马屁也变化了你的内心。我也见过，就是这个领导写字儿，然后写毛笔字儿写的特别差，那毛笔还把纸给戳破了，然后秘书说：“哇，太好了，力透纸背。”完全是下意识的，他不是思索了，他就完全下意识，而且真的觉得好，就是。哎，对，是他是真的了。你像你会不会李莲英？我是相信他对自己。几代会有感情，那当然，那当然，是吧？他那个事无巨细的那种伺候，跟这个我们现在这种领导和员工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他是主仆关系，那是主仆关系。而且，按照旧文化当中呢，他有一套完整的奴仆文化。我们现在这个文化是丢失的，没有。
中国第一没有种姓制度吧，不像印度，印度社会治理比我们容易的多得多，它本身就分四层，咱是摊大饼，永远是一层啊，城市也是一层，说北京城市交通就是摊大饼，一环二环三环四环的就套着，嗯，所以非常难治理。中国人的这种没有任何人觉得自己是在社会层面中低下来，大家都有一个态度，他们还基本上没有，我们都有叫当家做主人，我生下来就告诉我当家做主人，仆人又没有技巧，没有啊，所以不会，我真的是不会拍马屁，没有拍过，而且我一开始特别不适应说那肉麻的话，我觉得那都不是人说的话，他怎么能说呀？他就能说，而且呢，那些官员就能欣然接受。嗯，我说的都是挺大的官，但是现在都被处理了，咱们这个不讲了，对吧？那别人就这么说话，我觉得这话太虚伪了。我认为这种拍马屁的话很虚伪，但他们不会觉得虚伪，对，很习惯。刚才马老师说的这个等级制度，其实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的存在是合理的，它也导致了过去的，比方说餐厅，最简单的就是餐厅。嗯，那餐厅过去的这个跑堂的对服务员和客人的关系就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关系。对，您是来给我送钱的，对，就是他就会发自内心的来给你做服务。但是，解放以后，这个关系就没了，就是当家做主了。所以呢，才会有就是北京80年代还有餐厅贴着“绝不无故殴打顾客”。对对对，有这事儿，有这事儿，就是这就让这个行业就很难生存下去。但是呢，到了现在，就是这个又开始就是城乡的差别，从农村来招来服务员。他拿了一个薪水到这儿，他知道做什么，做各种各样的培训，礼仪的各种各样的培训，还有地方特色的一些培训。比如说我去过一家山东的馆子，那里边他就给我只去吃过一次饭，他就给我发个短信，我是你的专属服务员，你下次来再订餐什么的就找我就行了。哎呀，后来发现这女孩就特别特别热情。漂亮吗？也挺漂亮的。是哪种？是喊你哥的那种亲密式的，对对对，是吧？哥，你在这个什么什么？今天什么最新鲜？什么？咱家今天买了什么？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北方人不见外啊。但是呢，我就是后来我就没法去这餐馆了。就不管我带女同事也好，这个带女朋友也好，带侄女儿也好，只要去就喊嫂子吗？对，嫂子，他都会说。这位不是嫂子吧？他没记性，他只有一个那个服务的，对，他把你今天是哪个嫂子？过去啊，过去解放前哈，这个就是餐饮业其实是晚清以后才开始逐渐发达的，在这个大都会里，北京他门口有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叫料高的，他实际上是叫料高，就料看远处料望，料望这一看，窦老板来了，就远远的就看见你了。他问题是这个聊高了，他不是巧舌如簧，他也不是这个情商有多高，情商肯定要高哈，他最重要的一个技能叫记忆力。你只要来过一次，你上次什么时候来的，因为什么原因，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一来说窦老板，孙子快过满月了吧，你上次是为这事儿来的。满月我给你办席，招呼一声就得，他都会有。他不会说你领一新女朋友说哟，这回跟上回不是一人啊，他肯定不能这么说话。假如开台，他特别会说话，而且那个话一定是恰如其分的，达到那个标准，比你低半格。他不给你低好几格，你难过；他低半格，你是主人，他是仆人。这聊高的过去挣钱特别多，有记忆力，记忆力是可以赚钱的，因为他记性好。那很多人说。其实人家共总就去三回，说那餐厅我熟啊，我老去吃饭。其实那过去在餐厅吃饭是不得了的事儿，是吧？带着客人一去，你看，窦老板来了，又来了，这你听着就高兴嘛。别人说我家老去那儿吃饭，有钱呢、啊。嗯，他给你所有的语言的位置都特别好，这个是一定是他们得有情商。这就是高级马屁，高级马屁，看不出来。看不出来，你看出来就不叫马屁。我觉得跟年纪有关系，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确实好像不太。
会这个、这独生子女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东西高级拍马屁啊，还真的是说用到今天社会上讲啊，他们有时候说他也是正能量的，就说明你心里有别人，而且真的他们就说这个蠢啊在哪儿都没戏，嗯，聪明就是一个，我曾经见过我们那儿一个经理啊，我们去跟那个石家庄市政府的吃饭，我觉得我当我印象很深，我觉得真是特异功能，就是这样的人呢、啊、没有理由不受欢迎的。多么一个长桌，双方会谈一个长桌啊，然后呢递名片，夸夸夸夸夸递名片，然后对方那个市领导讲话，然后到我方讲话，他这一站起来就说，尊敬的某某某市长，是某某某书记，某某某什么，几十个名字，好像都和这种人我也见过，说炸了现场，哗给他热烈鼓掌，就等于这看这名片，这咱们就所以这东西真是得智商过目不忘，见的这个人就不会忘。你知道拍马屁是这样哈、啊，拍马屁实际上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文化。你比如我不喜欢拍马屁吧，我还不喜欢别人给我拍，谁一拍我马上就知道。嗯，他有的不是，我见过极限拍马屁，就是这老板大老板在榜上啊，福布斯什么都有名的。嗯，然后他约我去呢，我去到他那个宾馆大堂等着他，是他的宾馆大堂哈、啊。结果呢，他去健身去了。他马上给我发一对不起我健身马上就回来，你在大堂等我会儿。我在大堂等了五分钟他进来了。进来以后呢穿一身运动装啊，披大衣，一进门一看马老师来了，然后啪肩膀一抖，那大衣后面唰就有人接我怎么想起周星驰的电影绝对比电影精彩啊，夸一抖啪就有人接了。要不看后头啊，要我要抖我得看哥们儿接着呗，要不然抖地上那不丢人吗？太自信了。然后呢，然后啪就跟我说话的时候啪手这么一姿势啊，那哥们儿扒大雪茄腾就捅这车。真是你滚的。吸两口啊，跟我说说话，说跟我说什么呢，说哎完全的嘛，电影镜头。这彩排过呀，这哎是说这个健身中国人都是瞎健身瞎练，我请的。美国教练，吸一口，啪一身哈，后面的人啪就把烟拿走了，就是他手这么一呆，那烟就被另外一个啪啪啪啪一敲，腾又塞上了。那天把我给闹的呀，我他妈都快笑喷了，他不知道我笑什么，就是他所有的动作都是他妈跟排练的一样，那个人就得全神贯注的拍着马屁。要不然这手一弄你得知道，好我还想吸一口你给我拿走了那不成，他就知道哗哗哗多两声全都会。嗯，然后一直那电梯都是专用的，夸大堂电梯就空着有一步呢，人全扒在那儿等着，你进去上去了以后上去又喝茶干什么，所有的动作完全是就是严丝合缝有节奏的，这种拍马屁整个这过程我是很服气。我回去试了试大衣没那么容易抖。哎你不你这个抖大衣是用肩膀这个劲儿，你抖不好吧抖不下去，你瞎晃悠半天大衣还在身上呢，你知道吗？这种就是享受、这个、享受他享受这个享受这个。你说他是关心真假吗？他可能他就喜欢这个派。那对。但是如果防也不一定能防得住，刚才马老师讲的故事嘛，其实在美食圈里面最大的一个腕儿就是袁枚了。啊，对，写随园食单呢，他去南方当官的时候，给他老师来告别，老师说你准备了什么东西？说我准备了一百顶高帽。嗯，说这个不好吧？说现在这世道谁不爱戴个高帽呢？说得听两句好听的话，然后说有几个能像老师您呢？哎呦呵呵呵，出门的时候跟书童说，嗯，这怎么只剩99顶了。你说这袁枚，我在想，我说这东西真是个高智商的活儿、嗯、因为啊就是说明知道领导不是傻子，明知道你拍马屁，其实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被你的才所惊艳了。你比如说他们讲这个纪晓岚、嗯、说这个乾隆就对那就更多了，五十大寿，说纪晓岚写一对联，说是脱口而出，纪晓岚叫黄图四万里，就是说满清的这个版图纵横四万里，黄图四万里啊，叫一古以来从未有这个一朝一统四万里，然后圣寿50年啊，自前自后哎还有9950年。
你要一万年，四万里，哇，这就说你明知道他是拍，可是他太水平太高了，你就这些再经过后代的文人演绎，就这种字对多了，一个比一个牛。哎，但是拍到恰到好处。马爷，你刚才说的这也是一问题，我怎么觉得就是说，不是我可能也吹牛啊，我老觉得别人要是夸我呀，我还臊，这是不是因为咱们这个乡土的自卑感？就是你比如说，咱们要一起吃饭，别人要提到说，哎，你我经常看你这个节目，我好像本能的喜欢把话岔开。但是有些人很享受，怎么我好像觉得就是觉得很不好意思，那属于受不起似的。不是，那这个都是一样的，我也不太愿意谈自个儿节目。你说好容易在一块儿，你谈我那个，因为咱们知道这节目里有各种问题，你心里很清楚，哪次谈话好，哪次不好，人家跟你说这个，其实这属于专业问题，这还不属于拍马屁，这属于一个话题。没有，哎，就是我要不然我跟你窦文涛，我好像坐在一块儿，我怎么说？哎呦，都我平时隔着那屏幕看见的，哎呀，这我得一个什么什么话题，是吧？就千万别错了，你这说不错，为什么呢？你的节目比较独特，你这个人呢，这个也独特，所以说不错。有的演员是说错的，说了半天，最后说的是另外一演员，你知道吗？就这个，所以我现在碰女演员。有时候那女演员说：“马老师，你还记得我的吗？”我说：“记得呀。”说：“你真记得？”我其实一点都不记得了，因为女演员特别不容易分辨。对，就是你要一瞎说，肯定就错了，就好人当不成了。脸盲症肯定是拍马屁的这个大忌。我有一次直播的时候颁奖，跟那个姜晃老师，然后我这个在台上直播，我说特别喜欢你演的那个雍正。怎么了？那不是他演的？哎，他演的是什么呀？我又忘了。他演的是康熙吧？啊，对，他演的，他说我演的是康熙，就特别感动。我也经常遇到人说，哎，这个方舟老师又能打假又能写作，真不错。说方舟子呢，是吧？又能打假又能写作。我跟你说，你一说这个，我想起仨。那你看最近朋友圈发那个张学友演唱会那个吗？张学友演唱会不知道在哪儿，张学友在那扭的，你听旁边那观众，刘德华。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是在上海听说的，就那个吴大维。吴大维在上海不是开酒吧吗？然后也是有一小女孩，她的啊一进那个酒吧门，小女孩她就上去，吴孟达。对，这经常的，所以对演员来说，你不是真熟的时候，尽量就说哎呀不错什么，就别说直呼其名，也别跟他谈作品，真非常容易出错，容易拍到马。那不是黄渤自个儿就讲吗？人家说哎呀我这说了半天，最后你给我签个名吧。他中间可能在话题转换中认为他是王宝强，他被迫就签上王宝强。这个非常容易，这是真事儿，是吧？就是柴静在机场被拦住了，然后说：“鲁豫老师，我太喜欢你了。”然后柴老师给人签了个鲁豫。我有一次跟那个就在飞机上，正好跟姜昆老师。正好坐我们俩挺有缘，坐一块儿聊了一路，结果还都后来看了一个人，先跟我打招呼，这倒没认错。哎，窦老师，我今天看你的《锵锵三人行》，哎，马季老师你也来了。哎，姜昆很幽默是吧？啊，马季老师经常坐飞机的。所以啊，这个还是这个拍马屁的这个艺术，真是需要都不是。首先要真诚的拍马屁。所以孤独这个，我就是还是我这孤独特别好，是因为你说孤独，所有人都觉得你说的特别对，格比较高，这个不会错的。但我也确实挺讨厌人给我拍马屁，我连新书发布会我都不愿意找嘉宾，我每次都觉得像追悼会一样。就是、我以为你嫌弃我呢。但大家一通夸，不觉得特别像这遗体告别吗？所以我连找这个嘉宾来夸我，我都不愿意。所以说到底，拍马屁。最后要达到真善美的境界，是吧？来，咱们互拍一把。你们节目真的是好。哎，您那纪录片呢？我一直珍藏好几版。你是真孤独。对，真孤独，真孤独。你最孤独，你最孤独，全家都孤独。你说这袁枚，我在想，因为啊，就是说，明知道领导不是傻子，明知道你拍马屁，其实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被你的才所惊艳了。
中国第一没有种姓制度吧，不像印度，印度社会治理比我们容易的多得多，它本身就分四层。我如果就是肆意的去吃啊，就是以高兴为准的话，我很快就是200斤以上的体重。我也是瘦过25斤才成这样了。对啊，我胖的时候可像高晓松了。不是，你那像咋拿谁打比方？高晓松能像马东点吗？你知道你那个肥叫青春肥，那个东西好减。到我们这种岁数，绝对不能胖，胖了以后就人生的负担太重了。对。哎，我问你方舟，就是说你像他这绝活哈，泡妞好使吗？好吃这个吗？对，哦，对，你激动的话都不会说，舌头别咬断了。没有，是我觉得有一个理论说特别对啊，就日本有作家村上隆，他写过一本书叫《所有的男人都是消耗品》，他里面就这世界很酷。